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举办的慈善赌王大赛吗？那一次的公益活动呢，办得非常成功，门票呢瞬间就被秒杀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当天活动的影片也有在我们的频道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天的活动状况。那很感谢大家这么踊跃的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，那应该也有人是专程来找我玩的，应该有吧。那上一次名额比较少，所以有些人也许没有办法参与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这次的 Lakuma 乐趣买它又一个新的公益活动，没有错，这一次呢是免费的公益活动，而且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哦。那这次要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就是只要先下载 Lakuma 乐趣买的这个跳蚤市场的 APP， 然后呢选择注册成为会员，有错，会员是乐天，如果你有乐天的账号的话就可以直接登录了。然后接下来非常重要，就是在注册会员下面呢有一个邀请码，我们便要输入 Lakuma， 然后002，对，我是002，我的那个邀请码是002号。不过这次的公益活动呢，只有新加入的成员才能参加，因为你必须输入刚刚我们的正确的这个邀请码。那如果在上一次的活动中你已经注册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的公益已经完成了一部分，对，你已经做过这次的公益了。那当然你想要再另外做公益也是可以的，你可以不用透过 Lakuma， 你可以自己做公益。那这次的 Lakuma 它免费的公益呢，我们最后只要再上架一件商品就可以完成这次的活动，然后乐天集团呢就会帮你捐款50块给熊米屋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熊米屋，然后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小鱼儿，可以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。那这边主打的呢还是二手拍卖，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平常用不到，然后但是又舍不得丢掉，那最后呢你就可以放在这个二手拍卖的市场。不过呢我这边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因为我通常会把这些东西呢送给大家，对，如果是一些还能用的东西啊，或者是觉得还不错的，通常我都会送给我的观众们，所以我的情况比较不一样。不过大家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用不到但是又不知道要放哪边，然后收起来又有点占位置但是又不能丢掉的东西，对，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拍卖上上架。我这边的话呢也许会把转蛋扭蛋扭很多，但是有些重复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去拍卖啊，你就可以二手拍卖，可以把它卖掉。那当然呢，我重复的话应该是会送给大家啦。不过这些呢是我还没有开箱的扭蛋，这是我去年去日本转到现在还没开，放着半年的扭蛋，很夸张。那我们最近会尽量赶快把它开箱。好，那如果你上架一件商品之后，就完成这整串的公益活动，没有错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刚好呢，我刚看一下，它三月好像还有全家免运费，对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那边试着拍卖看看有没有不想要的东西呢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别忘了动动手指就能简单做公益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。你还没订阅的是我左手边的鬼鬼频道呢，还是我右手边的鬼鬼的御宅生活呢？什么？两个都还没订阅？很好，你非常的诚实，所以现在就按下这两个订阅按钮吧。这边还有推荐影片，请务必去看一下哦。再不按的话，手很酸腻。